哦，怎么都摇来摇去的？荡秋千怎么是这样？哇，还有这么多小朋友在荡秋千呢，怎么还有一个小光头啊？然后他没有穿鞋子耶，你们两个太急了啦！哦，飞机耶！去外婆家、哦。去北京。啊，外婆家是哪里？飞机要去美国家了。去美国。要去找 Spiderman 哦。外婆家有小鸡跟狗狗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哇，你又要来这样了，你看他又要转到头晕了，啊，你也转到头晕了，哦啊，老板你又在地上睡觉了，你妈妈洗衣服洗不完哦，